这些沟是前两天老爸和斌哥就已经挖好了的，是不是很漂亮？一沟一沟的，像那个梯田一样。到时候这边全部都会种上竹荪，等到明年夏天，不对，今年夏天，现在已经是21年了，今年夏天就可以采摘了。老爸和斌哥早早的就来了，挑了很多了。累不累？我们这竹蟹颜色很黄哦，他们在田里的都很黑呀、看看有什么标准可以了。你来帮忙是不是？要不要我帮忙？挑，不知道挑得动挑不动。我来，那你弄好，我来试一下了。多少次疯狂，多少天真，一起做过梦。有一天我们会重逢故里。还可以。你这里有100斤嘞。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。天南地北别忘记。我们下坡不容好走，不要太矮了，小长腿被我顶到山上面。就到那个没竹蟹的地方，对，是不是很重啊？均匀一点。你会挑，我就轻松很多了。我知道你要昨天就要来挑了，昨天来挑我们也多弄一点了。好不好挑？我再帮你挑几挑，可能也挑不了多少。挑几挑可能没几斤了，我到时候再帮你挑。那我还挑得动吗？没有，也可能7、80斤啊。这后面又淋了很多水，很湿。对不对？挑多挑了也挺累的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你不然你去把那个竹，比如说那竹枝放点到那沟里去，就是吧。竹山上这一点很好，这个竹枝捡来坏掉去啊，到时候腐烂下去也可以当竹荪的原料，而且山上还不会那么杂乱。在山上做事，肚子很容易饿，早都开始叫了。我们现在收工回去吃饭了，下午再来。今天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有对竹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福音哦，关注一下斌哥，关注一下斌哥。